Kevin， 照你讲的，执行长先规定迄卡手指是用个身体求婚的哦。哦，无唔对哦。你这人哪会这么夭寿啊？伊既然甲甲别人的订婚戒指送你，是该当作啥？伊把迄手指送给你哦，哎，迄卡手指要报数小命命呢，我要摸伊拢袂好摸呢。我想，迄个时阵应该是想要把迄段感情放下，啊，不过照我看起来，伊根本就无法度放袂记。我本底哦，亚尊讲哦 ，boss 是要摕你来当作伊的挡箭牌啦，啊，要来主动老夫人替伊安排的相亲。啊！但是我安尼看起来，恁两个人哦，愈来愈喊，安尼嘛是袂歹。希望你哦会使帮助 boss 哦度过痛苦的感情。心底，我知影这一定是你。当初是你为啥要离开我？今麦为啥你搁要出现？心底，你敢知影我真正足想你的？嗯，还有一下。要不要跟我讲你在家？好啊啦，我拢给你回信的啊，你管安尼啉？我啉酒啊，不是为着你好无？不是为着我，无是为着谁啊？你有小三哦？跟我讲是谁？我啊。你一定爱讲啦，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，就算讲是假的那种嘛，女朋友三个字啊。你有心事要让我知影，安尼我唔就白白收你的钱啊。哎呀！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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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今日伫个厝尾顶处理老先生的代志，无说伊达着玻璃，毋才会受伤的。反正无说伊啊，是讲你有空嘴，你唔赶紧处理，佫走去楼骹关心我。我看你写落，我惊你会出代志啊！这是啊，心弟啊，拜托的，阿无迄条面啊，安尼你嘛知影是心弟，你要算命？我无可能看唔到啦，看个气质，看个演奏的方式，拢甲心弟吼一模一样。这一定是你，我无可能看唔到啦，唔对嘞，小妹啊，嗯，我记我唔捌甲你讲过身体的代志啊，为啥就安尼讲？你哪样知啊？我巧啊，你讲头我就知影尾，我看你伤心，我就知你想到伊。咱真正安尼，就是安尼啦。今日哦，我陪你好好饮一杯，把所有的无欢喜拢放互袂记。干杯！好，来，不醉不归。来，嘉宇还没起床哦，紧叫伊起来，无要白呼完诶。
你这对，我人哪里像？就阮家啊！我嘛连个头公公，哪有法度记遐尼侪代志啊？非得干那困一暗尔，无需要大惊小怪好无？嘛是啦，干那困一暗尔啦。一回生，二回熟嘛。对啊，伫饭店哦，你是阮的执行长，啊，不过伫遮咱拢白大，所以应该问的，我一定会问好清楚的。你两个卖关遐尔济好无？你搞我点点。卡素执行长哦，若是要甲伊当作地下夫人，我是绝对袂接受的。无唔对，查甫人讲话算话，你到底是安怎看待佳云的？讲。无唔对，我甲佳云确实在搞。啊，不过我今日讲会去影响着佳云的工课，而且伊拢无算。您放心，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，予大家知影。安尼有满意无？佳云，恭喜你哦！哎，安尼欢迎你常常来我那困哈。今日两个闺蜜阁真大声啊！你搁笑会出来哦？是谁叫你甲因讲咱两个咧交往的啊？当初我超工讲了无清楚，就是惊因伤过热心。无安尼讲，因敢毋放恁煞？安尼讲加较过去啊？讲啊这么轻松，非得以后就是不准你黑白讲话。我黑白讲话，无少问者，是谁甲因两个讲咱两个到底过命的代志？这种代志干嘛要凊彩讲的？迄是因为迄天我一入门，就去因两个人门口惊啊。我哪有法度无讲啊？而且像这样以后还阁拄着你，哎呀，卖阁变故事啊啦！回去啊！来，我倒茶讲啦。白头毛你嘛会晓哦，刚刚伊暗时，拢家己一人伫咧厝里耍芭比娃娃。哎呦，可怜啊！艺术家真正有个性，你应该袂答应，咱来想其他的办法吧。真无简单才见着面呢，我无想要咱就放弃，我要过来试看卖。你先去外口等我。你敢无法度说服伊？你嘛无法度说服伊啊！另外去试看卖嘛。Angel。Cindy。干嘛回来啊？我张家回来台湾，今仔伊就来找你啊。坐啦。执行长，执行长，对，安娜，啥代志啊？大师演奏会的流程已经摆好啊，宴会厅嘛准备开始动工，媒体嘛在宣传啊。我要提醒执行长，活动结束了后会有媒体的采访，你要把握这边的机会，好好跟媒体交流。我知道，那么有其他代志？有，所以来是叔叔。
你即摆应该是有女朋友的人啊，袂当阁想过去啊。啊，若无咱的恋爱契约，早晚会闹开。多谢你的提醒。爸，报告完毕，我们下班。我嘛要下班，那送你回去。哎呦，沾着油啊！今麦你闺蜜知影讲咱两个在交往，我无较大心的，因两个在我耳旁边哦，亲像蚊仔同款细细粒。我嘛应该尽尽男朋友的责任。送我回去，哪会把车停在这兒？这阮家啦，我设计公司那边有一份资料准调给，我替你提，连只送你回去，你车停当啊。我创啥啦？唔是爱讲连只送你回去？我无得搁等啊，我想要去洗手间啊。啊，他经过加油站，你有啥无爱讲啊？我想讲真紧就到厝啊，哪会知影愈开愈远？去阮家。甘明林，嗯，女朋友，你们应该知影阮家住伫倒，甘不是？行啦。三年过去啊，才看起来拢无改变。唔知影志明，甘要搁住伫迄家？你是在做嘛？我已经行真紧了。来。你先冲下崩了啊！还细声啦。吴小姐。我话大声，爱大家拢来看伊哦。我时间真宝贵，莫浪费我时间。志明，你敢是已经把我报袂记哩啊？